我进苹果那个房吗？再啊，拉我一对，下，你们再拉我一下。师傅，你拉一下师娘啊！我没他 Steam 好友啊，我，我不玩了，玩不下去了。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我到时候不会让你们成为全场焦点的。我到时候打算把小温和珊珊也叫过来。真假的？那肯定啊，那多叫点人哦，啊。三三是男的，哦，想起来了，是呀，要对不吧？你跟我小温一起，我跟珊珊一起，他会叫姐姐，你不会。对吧？到时候把黑皮也叫过来呀，黑皮和包包把叫包过包来也呀，叫过来。然后把珊珊和哦，小温绝了！叫过来了，再次把你叫还有西恩叫过来，这不挺好？对吧？哦，那然后你你不当会电觉灯得很？泡，那对啥啊，呀？那苹啊，果你当味，电灯苹果味泡，来陪我，苹果味。我不来，我为不什来，么？我不来，他不为什来，么？听到没？为什么？这种情况我要，来个屁啊！我不我来，跟你啊，我陪你啊，你一你一旦个人电灯泡死不去够，吧，得要我才两不盏呢！呗。我邀请不了西啊，苹果。为什么？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你不不去。去，我就直接当场就在街上拉一个女孩，拉一个男孩子，我就跟他两个谈恋爱。那我还促不成真你假们的？呢，真假的？那天我一定现在会不车能水去马龙了，溜啊！达了，那我兄弟更们，不快能去去街了上溜呀。达！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啊？那我就把初一叫过来，我就让初一天天背着我走，不我就行，赖他身上。初一不有是老公了，初一有男朋友了，那没咱关偷摸系。的，初一来他肯定我疼是偷我。摸去的，我你要是不然偷叫摸木子去的。吧，木我子们就在就在长沙做个那个就来你了。不会又要开直播吧？我不露脸啊！你偷摸是什么意思？偷摸来玩儿，就是你也不开直播了。啊，就直播也不开。那的话，那如果是那样的话也可以，那你就来玩2天吧，就是少玩几天，也可以。扫完2天，老板搞他说走他要了。去玩5天。啊？没有，我不用你管团子，你我不去你管那我？玩2天。那你是跟秀才一起过来玩5天吗？我，不用那带上你，我这个我开直播的你玩几啊，天，秀才哥？你看他又问我，怎么了？你要陪我玩几天吗？玩不了，你这身份也不行呐。不是，你不是问我吧？师傅拉一下，师娘在外面不是，呢。我拉不了什么师娘，我拉不了亲。为啥？不是，他没有那个选项。他上线了吗？他上游戏了吗？你是啊，没上上游戏线了也啊？拉不了啊，没有那选项啊，没有那个什么邀请制大厅什那么。你亲，去你他上游的戏房，啊。你拉他。太变嗯，态好。了，你们哦，聊行。得太变态了。现在都按天算呢。来，好，退吧，退吧。点他这个，开。点这个，然后调成4个，然后再点这个，然后邀请。哎，我都出来了，我被弹出来了。因为都出来了。OK，我都西邀恩请进了。不来我的房，嗯，然后呢？然后我邀请是，啊，接受邀请啊。进游戏，邀请进入游戏就可以了。那个难度咱们选哪一个？选肯一定边简呗。单的呀，这个听说很啊，先难，简单的吧，我上很次都折没磨选难度，我人。进去就嘎了。OK。听说哎，这如果个很跟来你全来难你，度是那个 N 开头的话，是普通模式；你要点一开头的是简单模式。哦，这个我知道啊，easy 呀。哦，对，你如果不动的话，它自动默认是普通。那我们就普通的呗。别呀，那别就先普来个通 easy，啊，先来个 easy 吧。先来个粑粑模式。你上次玩的是什么模式？普通模式啊。我听别人说这个游戏它很嘚儿的，有一点就是一个人死，所有人都死，啊啊真的，啊！
那记了。哦，那 easy 一点吧。对，所以 easy 一点好。Go, cast。苹果味，你为什么不敢找我？我偷偷跟你见面，偷偷见你都死了就跟你见，什么死了跟我见？四大哥怎么这么大电流啊？对呀、啊，怎么这么大电流啊？私下聊，私下聊。灯泡的声音，哦，当着外人的面，就是聊家里的事儿不好，我们私下偷偷聊。这个怎么把这个声音关一点啊？按 ESC 啊 ，ESC， 然后上面有个那个小喇叭的那个，能把它都调成，我靠。调小一点吗、哦、第三个是那个灯泡的声音，电流的声。 OK OK， 调了，但这个灵敏速度很快、okay. 好害怕。快吗？啊，我游戏退了吗？很快，我不知道点哪个。等一下我看一下啊。哎呦，这个灵敏是哪？我鼠标灵敏度是不是有点低呀、啊、嗯，这个、我感觉这个鼠标灵敏度好快。你点那个游戏的那个方块，俄罗斯方块那个，然后点那个 mouse 就是鼠标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我调成 0.5 吧。啊，我调成 1.2 嘞、啊哦。对，我调个 0.4 就行了。啊、好一点。先进了吗？现在进来了吗？嗯。啊？我是不是在你们房？哦，我这是单人啊，我掉。大家都是单人，前期要找到一起吧。对对对，世界好昏暗呢。你们的世界是。我旁边有个人啊，这谁啊？我。哦，不对，他就是一开始我们都散开的。灰暗吗？是的，很昏暗。就是那种花，你看它这个，它这个就显这个画面就有点花，有没有看到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地上是不是有东西啊？他们说这个第一关要去找梯子，我就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。他们说我点了单人，你刚才不是在队伍里吗？我弄东西卡住不动了，我就不知道点到什么了。哎呀，没文化真可怕呀！啊，那我们要退出去吗？哦，哎，我找到了，怎么了？找到梯子了，找到梯子了。估计要重开。这吸引大傻子掉了，怎么办？估计要退。那退吧，退吧。但这个梯子好像不能互动。怎么退？对，他这个后视，这个二，这个游戏它就这么模糊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这画质好糊啊。对，他就是想表现的那个就是很现实那种拿的 DV 的那个感觉，但是其实起到了反效果，真的好恶心。对，让人玩的时候非常的抑郁。哎，没错，他就是这样的，故意的。哼，他们说你心乱了些，你乱点。这确实是看得很难受。我有什么心乱的啊？都哥们儿。还行，我现在都随便了，我真的，我现在来者不拒，来一个我就见一个，我都趁我还能活着的时候，我多认识点人，我现在老想得开了，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长得什么样或者评价我，我无所谓了，都是哥们的话，我觉得睡一张床上没什么问题的。我不跟他睡，我打呼噜，我怕吵到他。哎呦，你还真想跟那个睡到一张床吧？你滚吧，谁跟你睡一张床？我操，瘦不拉几的，一脚给你踹下去。谁说我瘦了？我140呢。140，你身高多少？你心里没数啊？那我这几天还跳绳呢。你跳绳，你也不身体也不好。你腰疼，你也腰不好，你肾虚。我不虚，我那个这几天吃药吃的差不多。他经常手出汗。他吃什么药啊？后援肾。不吃那个。这苹果笑死我。苹果，你这个，我感觉了。我们这得找多久？主要我这个是食疗啊，
我刚才我们走的很快啊，刚才走好像我们没走两步道去。但他会是在同一个地方吗？那应该不是了，好像说下回这个梯子就变地方。对呀、啊，我再往那边看看。我们要找一个梯子长什么样啊？就是跟我们那个、之前那个第一关的那个梯子一毛一样。哦，没错。这里应该没有鬼吧？没有。有啊。啊？有，有啊，就那个小黑啊，你找不着了之后，他好像是有时间的，就是过了两。谢谢那个，Hello，别走。你是？经过你，我是小西恩呐、你们俩可以一起走。完了，走吧。这个我感觉这个迷宫比那个大多了，比那个之前那个第一关大多了。哎，确实。苹果，你去哪了？苹果，这个很大。没看到你。先。我们往这边走吧。而且他又没有什么标记。他不给你提示。然后他又不给我们奔跑，我怀疑他是故意想拉长时间，让我们过两个小时。这个老六。我跟着你。这老六有血。我找到梯子了，那这我怎么说我在哪儿啊？你们梯子是亮的地方还是暗的地方？亮的地方，很亮。然后这个地形啊，是这种，就是正方形，然后缺一个正方形，正方形缺一个正方形，正方形缺个正方形，就这个地下有坑。你这么快就找到？早知道我刚刚不跟你分开了。啊，我跟他在一起过吗？对呀、我们两个出生好像搁一起呢。你那个是在中间还是在旁边？是在边缘还是中间？我算一下哈，我看是怎么走的。要以刚才我出生点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是往右走，往右走了之后，再稍微往左走一点点。你往右走了之后，你有就是说，那你就是在中间，那你就没有再往那个中间的位，没有往右的位置。哦，对对对，没有往中间再走了吧？我往右边走的。说啥呀？在说啥？是先往右，然后再往中间，对吧？那你就这没有在最右边，就证明啊，对，没有在最右边。一个哎，不是，我是刚开始一直靠着右边走的。团子，你先靠着右边走。后来呢？然后我去接你。后来的话，有一个绕来绕去的那个墙啊，就把我绕得有点懵了。哎，这是你吗？哎，我们仨集合了。哎，我再往出走走，我先记一下我在哪儿。你再往右边走，再往右边走，贴墙走。我们贴左边墙走呢。啊？不是，我们刚刚跟他们相遇了。那应该就在你们那边。那你们仨一起走、那应该在你们那边，你们应该没逛到那边吧？我们仨相遇了，那就往右边走吧。完了，我不敢走太远，我怕我回不去了。你就在那边等我们吧。你们这边右边都走过了吗？啊，你们俩，宝贝，我们从那边过来的，别去，我们从那边过来。好，那我们再往左走。这不是右吗？不是，我们往左走。那边我们不是去了吗，宝贝？哎，我在这边。哎，叫谁呀？找到了。哎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们想听先听哪个？坏消息。都死了，我还活着呢。这鬼在哪呀？你回头。我回头，不是你们。你回头，哎、好家伙！你回头，我在你后面。哦，就我死了呗。哦，不是，我刚才说的坏消息是那个，我想死，
我想说的坏消息是我好像找不回去了，但是好消息就是肯定就是在一这一片了。我把声音开到了最大，我刚刚都吓死我。走。你刚从这边过来的，没办法复活了，朋友们。哎，对，就是在这个边边，就绕着，就贴着这个这边这几个边边走走就行了。行行行，他不会再出现吧？啊，不知道啊。朋友们，你还能找得到吗？不能复活，我没有复活。好像要往这边点。那他下一关往这边，往这边。哎，怎么分开了？团儿回来。我一直是秀才。这边这边这边，对，往这边走。他们说你可以复活，要找复活门。不行，这个也要找复活门。我不要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在哪儿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哎，我这边来到一个方格的位置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是不是那个方格，就是一个黑一个，就是像那个地下缺方格似的那个地方。对对对，在我在这边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往里走，往里走。哦，在哪儿，在哪儿？还有呢，仙呢？好，声音好大呀。仙嘎了。他嘎了，走走走，这边。啊，他嘎了。我真的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往里走，往里走就是梯子。你看。哦，那我们两个还能过吗？先你左键切换，可以切换视角看他俩，我俩只能这样。哇，怎么上去啊？哦，上去了，吓、哦、懵了。那他们两个还能在吗？哎，哎，在啊，你看在这儿。哦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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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妈呀！这什么呀？这游戏我一点不友好，这怎么一进来就嘎了呢？啊，别动啊，他们说别动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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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假的？完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就是灯亮的时候我们动，灯灭的时候就停，是吧？然后不能看他们吧？应该，我刚看了他们。可以看，可以看，我刚才都跟他亲嘴了。是吗？亲嘴了，怎么死？这个离得可能太近了。他们说要跑到亮光的地方。啊？哪有亮光的地方？这亮光的地方。我跑到上面了。完了。这啥？这感觉没有搞懂这个规则。啊！我才死。右边。来我这边，来我这边。我白屏了，为什么？我也是。我不配吗？只有我一个人啊！我都白屏了。啊？我好像被扔闪光弹了。哦，这回好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往右走点呗。这个地方不是亮的吗？对，这地方就无敌。要开门，好像。哎呀！啥呀？我还没走过去呢。哎呦，这好黑啊！哎，别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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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快走。看一下，没事吧？完了，我没体力了。哎！哎，这太难了。我们要干什么？是不是死的都得重来这关？我们好像要跑到那个对面哦。就可能要跑到一个正确的出口的位置。苹果，勇敢一点，冲出去。就算我了，是吧？勇敢，勇敢，我的朋友。对，是就算我了吗，朋友们？我走了，走。嗯。苹果搁哪儿呢？快快快，冲到右边到亮灯的地方。对对对，冲到这边就无敌。然后把门都开了，你把门都开了。快，不知道怎么开了有什么用，但你把它开了。哎，我怎么
秀才哥的四强，我看你都动不了啊，秀才哥。再等他按一下再走。我白屏了。好好好。好多效率啊。走。再冲到前面白色的。冲。没体力了。那我这到底怎么动啊、哎、怎么过的呀，是不是黑的时候就不要动了，然后就别看笑脸啊？不不不，我刚才离他有一点点远，就是我其实如果我站在门口一点，我也不站在那个拐角的位置，我应该是能跑过去的。什么声？我过来了。啊！不要对着他。是不是要卡那个呀？要开门啊？有可能会有对的门。这是哪儿啊？完了，这个我想。边跑边开门，看哪个门是对的。哎呦，这谁呀？哎呀！我怎么黑的？哇，你好勇啊！啊，对呀，为什么？我以为它是亮的。快开门！快！秀才过去了，秀才过去了。找一个，要开门，秀才。哪个？这个门吗？这些门都要开，有可能会有对的门。哦，这个意思啊。就不知道哪个门是正确的出去的门。哎呦！知道了。等一波，等一波，等一波。哦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嘿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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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完了。啊、我跟你说，等会儿我们只要就是我们就是怎么说，我们就分头行动，知道吧？一边走右边，一边走左边。那不行啊，那右左边太远了，你看。好像是哈。对，太多只能走右边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。好多效率。那怎么算正确的门啊？是亮的呗。等下一波吧。肯定不一样啊。等下一波。那这个就好亮啊。哦，这里都慢。来，在门口站着。我得卡一下视角。真的吗？准备好。冲！我、这个门好远。啊！哎呀！哎，我们开门去。有体力。好像黑灯停下来没有用哦。冲！对，必须走到这个墙边边这边等着，不然体力就不够。啊？嗯？走！呼，帅！我累死了。就我们俩了吗？不知道啊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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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活着，我就慢了半拍。我们等一下他吧。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等，不要等。哪个才是对的门啊？啊！哎呦！啊！哎呀，这灯闪了！快走，快走！我操！我活了。你们开右边的门了吗？有对的门吗？我都开完了。没有啊，还是那个样啊。他们说开了就知道了，可能那个门不太一样啊。嗯。走。妈了，要出事了，要出事了。哦。怎么样，开了吗？哦。哦哦，这个是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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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走先，能不能进啊？害怕？没事，我来，我先来，都小事儿。哦，不管。哦，过关。哦，过关。哦，我活了，我活了。这个怎么过？这怎么过？这又是迷宫呗。
住哪边啊？啊，住哪边啊？这个不会这个出来个什么大宝贝儿什么的吧？不知道啊。我们这四个走一起吧，苹果你走最后面。啊？这谁啊？搁这蹲着走。谁呀、啊？我走第一个。啊，没，我看看。没体力了，别走那么快。啊，好花呀！切，你往后看看有没有人跟着我们。没有，我不。没事，我是最后一个。啊，你们别跑！他们说不能往后看。真的假的？我就看了咋的？对啊，我就看了咋的？我还倒着跑呢，我厉不厉害？咋的？哎，完了，我好像看到我这四角好像越来越不对劲了。是吗？我也感觉越来越糊，好晕哦。这啥意思？我也是，我有点想吐了。这眼睛对不了焦一样。我现在已经斗鸡眼了。我前面的黑已经是五彩斑斓的黑了。我想用那个。我想用物理的办法把它就对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是它现在是放散状态，我对焦一下，它可能就很清晰了。哇，这个有多长啊？要走多久啊？是我们走错边了。五七。那我们要不要往回走一走？不行！哎哦，前面好黑了，好黑了。开工，没有回头。等我。等我啊、你们等一下。谁第一个勇士走？谁敢第一个走？苹果位啊，苹果位，来苹果位。养兵一时，用兵一千，上。有人卡我 bug。哎。啊？有手电了吗？别卡！别卡！他进来就自动有手电了，快进来啊！哦。啊！哎呦，妈耶！这什么东西？哦，要蹲着走吧。康处。save 他。这 shift 要按死吗？问点没体力怎么办？哎，不行啊，这个我留点耐久吧，我觉得慢慢的嘛。哎，懂他来个德。哎，你的球状。我想撞，我想跑，快跑。OK， 那快跑，快跑。Shift 好像没有体力条，快跑！快跑！我可以一直跑了，看 Shift！ 啊！怎么了？没有脚步声！哎，悬光了！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后面好像有脚步声，前面那个人挡着我了，前面那个人。哎，这怎么走啊？这人死毒死我痛了！助餐，跑过了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不是自助餐，是左边吗？右边，还是右边？我觉得右边是对的。哦，他们说彩虹色就是我们刚才跑过的地方，就是。哦。哦。那就不知道体力的吧？这是有体力的。哦，那就是现在就没事呗。没有，这个有体力。有，他等一下可能要说一句话，什么 I need 什么 run。对，闪光的是门，我们过了，我们全程紧张，根本不知道哪里有门，一顿乱跑。刚才跑的有点太尽兴了，有没有闪光？还没有吧？好家伙，我怀疑你们用的那个。这个插件就是 CD 好，我小指模有点。没事，我来垫后，对你垫后。姐，你在第几个？我在第三个。小笨贵来喽！哎呀，别！哦，我已经第一个了。快到了。好像要走很久啊！
哦，你看他这个水管做的好真哦。是哦，还在滴水啊，还在发亮哦。只是在左右，是啊，挡路不让超车。你们防的是真的严，左右挡道就不许超车。你们可太损了。哦，到了，到了，这回我不第一个去了，就是，到了，跑过去咱们就撞，对，好吧，好。他要，哎，等一下，不是有个喷壶吗？往前走啊！走啊！哎，我跟，哎，我不要站最后面。哎，转，哎，我没停啊！等等我，等等我。OK。快快快！哎，等不了了，谁呀？乱呐，谁乱起来了？你杀的谁呀？啊！哎呀，你回头看呀，我的谁呀？哪里有门？哪里有门？哎呀，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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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行了，你再跑两个，你谁的孩子？怎么又换了？你们换？哎呀，我的亲家！哎呦喂！气球完了，完了，气球完了，气球完了。哎呦喂！哎呀，找礼物，快快快，找礼物！找啊！又是那个找礼物的那个。知道。找有体力，我是他，是他，我已经看到他了。哎呦，这是谁呀，啊？哇，好多他，好多他。哎呀！好恐怖！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比较可爱。这个长得还挺可爱的。我知道了，不能往他的脸上走，只能走他的背后，他冲只会走直线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懂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他看的方向你不能走他看的方向，他看的方向看到你他就直接把你冲了，啊，你走他背面可以。哇，对不起，是我想的太简单了，把我直接被十个包围。哎呀，我这个转角好像有一个，这个。他说不要去看他脸的方向，那我们就是背靠背呗。不是啊，我刚刚没看他们脸方向，他们还是逮到我了。啊？不看，不看。哎，蹲着走会不会可以啊？这干嘛的？看地上，看地上是吗？对，我们看地上可不可以？我们蹲着走呗。先让他先走，啊，谁家大屁股搁这撅着？先让他先走。说可以蹲桌子底下，为什么要蹲桌子底下？我不出去了。蹲桌子底下，那么他那咱们怎么过关呢？我给你们留个，啊，留个。团儿，你先上团儿。啊，你在桌子里吗？没有，我走了。我在这儿。我旁边是谁啊？这我去了，我不死了吗？哎呦！哦，你听这个音乐，团子。Money, money, money, money。啊！我在桌子底下，哎，这咋过嘛？什么意思啊？这应该有音乐吗？是我们把音乐关了。啊，不行，有音乐啊！我听得到音乐。哦啊！我现在能听到了。苹果，会出去吧，我们都卡了。苹果喂。他干哪？我听他说他去尿尿去了。我真服了，这个歌是《No Your Boat》追里面东道世驹。啊，对呀，啊。Low your boat， 追里面动的是剧。Money money money money， 追里面动的是剧。苹果喂，跪姿战神当完了，又来当桌底战神。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呀？这个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秀才，他说嘴里面动的是剧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不能动。在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不能动，他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动。但是可是我这个地方这个歌一直在唱啊。
不是，它有一段是没有人在唱的。你看，这个时候就有人在唱，一会儿有一段纯音乐。真的假的？我听听。你听，这是在唱的。哦，音乐停了。哦，现在也没有人唱。哦，你说这个前奏的这个时候啊？有音乐的时候，那我们是走还是不走呢？你快去死，苹果！苹果，你动吧！我们都死了，我们都死了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没有。这个明明就是背对着的，为什么他突然就转身了呀？有可能跟那个没关系。哎呦，歌，为什么这个歌突然很急促？这谁呀？怎么突然站在这儿了？哎呦！啊，我怎么躲进去没用啊？我还是被抓出来了，躲慢了吧？那我们怎么办呀？我们怎么办呀？这两个呀，哎，这样，我去送死，你们趁机过去行不行？可以。不行，不行，你卡住我了，你从那边走。我冲过来了，那这边这个是怪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直接一个奥利给！哎呦妈呀！这咋办呢？他们说什么拿气球？拿气球什么意思？这气球真的能拿吗？可以拿气球吗？可以拿吗？不能拿呀。可能纯片。哎，我怎么视角都卡住了？这个气球也不能拿呀。团儿、啊，你按一下 Q 和 E， 它视角会动的。哦。我过来了，要蹲着走啊，要蹲着走。你没有蹲着走吗？我蹲着呢，但我遇到一个人了。好像全程要蹲着是吧？哎呦，蹲着你这样蹲着过去还是会被发现的。没有啊，你看，他没有看我啊。这么简单？嗯，你看。你哇！哎呦，我听到孩子有哭声，你听到了吗？没有，是我们家猫在叫。哦，刚才我就说嘛，听到孩子哭声，估计就是预警我要死了。不是，那是我们家猫在叫。啊？啊？啊？那我是怎么被发现的？我不是蹲着走的吗？没用，有没有会的呀？有用有用，我跟你说，谢，绝对是刚才他那个眼神太好使了，视角也不能看他吗？哦，那我们视角也不看他吗？兄弟们，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哎呦，这关是还是要找梯子是吧？你们在哪？我已经找到梯子了。他走的挺远的，朋友们，他走的挺远的。前面是谁？完了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这个音乐？有音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蹲着走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团儿，
我跟你说，就是那个不要看他的那个脸，你知道吧？然后那个你的视角也不要对着他的那个脸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就可以了，然后蹲着点走就行了。然后主要是还是就跟我们第一关那个迷宫一样，然后去找梯子。哎，不行啊，你这个右边的，对，你左边的那个，你都已经让他看到你了，你都对着这个脸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只要别对着他那个脸走道就行，嘛事儿没有。小点声，我觉得他这个跟音乐应该没什么关系。你看，我这样嘛事儿没有，你看，只要别看到脸就行了。可以跑，然后歌停了不能跑吗？不是，他歌停的时候就是他们在抓人的时候、哎、那个脸好像不对劲儿啊，你先小一点，我觉得那个脸好应该会能看到你啊。 哇，无限，哇，哎，刚好了、哎、我没看啊，那我们到底对，因为你那个脸怪呀、啊。这边不行，我们要走那边去。要不然咱们别急着出去，一个个去试。因为我死了之后，我可以看你们视角看得更广阔一点，你们不是只能蹲着看地上吗？然后咱们一个个方法试嘛，这总是安全屋吧。这个设置怎么老是自己改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看，来，你们站在这儿。给你们玩个好玩的，哎，别，站在这个位置，别等会儿崩你们一身血。啊，就在那胡同里啊。哎呦，那他看不着我呀。哎呀，就是那个，他是那个，如果他要是追你的话，不离太近的话，你 save 他，躲到桌子底下是可以躲过他的追击的。平时的话就是要蹲着，然后不要让他那个脸冲着你。你看刚才我站着走的话，然后他一直背着我，我都走那么近了他都没看到我。不知道，我主要是不知道是怎么玩儿。觉得好难呐、啊，哪有桌子呀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如果蹲着走，我们也不知道桌子在哪呀。而且还不知道他。我们现在可能要开始熟悉地图，你知道吧？而且这个好像要四个人一起走啊，要四个人一起走，这样的话。前面的人死了，后边的人马上就开始跑就行了，因为他只杀一个人，他不会杀后边的。他们说唱歌的时候不能走啊，但是他大部分的时候就在唱歌呀、啊。哎，那是假的，别信。哎，苹果为什么一直在桌子底下？哦，他们说不用蹲着走。不用蹲着走吗？那你站起来，苹果。脸看见蹲着的时候，这个一开始我就想到了，但是好像他看不见你，他也知道你。你蹲着的时候，他们
们一起走吧。嗯。前面的这个地方是好过的。这个不用管它都行。啊，这个要蹲着，蹲着往前走就行了。确定我能看他？我先试。你卡住了，谁的屁股？谁的屁股？现在我们往前走。OK， 就这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，就是感觉很奇怪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前面的时候是可以蹲着的，然后走到前面的时候，这个鬼啊，他就左边的那个会看到你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跑了，然后你们自己赶紧往前跑吧，我跑了。哇、哦！我过来了。哎呀，不太行。太难了。就秀才你一个人啊？啊？对，我还活着。死了。我死了。我可以帮你看一下。秀才真的只剩你一个了。你的左边有怪。没事，但他看不到他。对，你就直走，你直走。他直走又看不到你。有可能你的左脚左边可能会出现一个怪，就看着那边。蹲一下，我帮你看一眼。帮我看一下，能看到吗？没有，目前哦，你的左边有两个，但是背对着你，走。完了，我就是。哎呦，前面都是背对的。哎，他们背对你的，走，都是背对你的。好，都是背对你的。但你前面有个怪，我这怎么过去啊？你面前有一个背对你的，应该不对，不是这个位置。蹲。哎，这边都是差不多都是不对，背对你的。他们现在应该也是斜视你的。完了。那这是怎么看到的呢？这明明就看不到啊。我觉得我那边是死胡同了，团子，应该去左边。一个往右跑，三个往左跑。但我们没那么多体力啊。右跑是绝对是死路，右跑只有一个桌子，我进去很多次。哦，那我们去左边呗。就那个，你去第一个营。哦，行。这个不用的。绝对跟音乐亭没什么关系，音乐亭是因为他发现我们来抓我们，他不是说音乐停了之后就来抓我们，我们这回走街边吧，他是看到我们了然后才来抓我们的，然后所以音乐才停的。其实站起来就行了，你看不用蹲着了，就这个地方我去引一下吧。我来过。等一下，这有个东西。哦，这要不要引一下？我觉得他这个姿势是不对的。你们进去，先蹲在里边。这个，你看，这有一个气球，这有个人，他这个面相，我记得好像不太对。哎，来了，快往外跑，跑到桌子底下。哎，这回面相对了。能不能往里进进桌子里那个？出去了，哎呦，完了，这怎么办呀？我们要出去，别跟不上他的队伍啦！这怎么办？不着急，他不是背对着咱们吗？这怎么过去啊？这过去肯定就挠我屁股了。仙，你现在能看到我们的视角吗？我能看到秀才的。这边有一条路啊，那边有条路，不知道是不是死路、啊。哎，这样子，秀才，我引他们。我引这个人，然后我躲到柜子底下，然后你走。好，但你会不会自己砸了呀？但是这个躲在柜子里的人，你能不能不要躲？你让我躲。我没躲啊。刚有个人蹲到柜子这里是谁？你别蹲。
啊，是我呀，我这么想等你。啊，好，我在这等你啊。我引啊。哦，行。我进另外。哎呀，这不就引不到吗？哇，你是怎么引的？就站他后面啊！快走，快走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，牺牲了我。不是，我这是死路。没有死路啊？那我不去了，那我不去了。那你再换个位置吧。我们这左边这个 pass 掉了，然后右边的那个最右边，右边再往右边也 pass 掉了。那我们就是该走那个走中间了吗？你刚进去看了吗？看了，是不是死路？看了，那两边都是死路，没错。嗯，那我们要回去了。帮我看看。在看我视角吗？在。是这个。等会儿你向上把的上把那样去引中间的。我刚刚跑了一下道士。苹果，你直接冲了死了吧？我们都没了。现在只有秀才知道路，我这完全迷路了。我已经完全迷路了。没事，我知道，现在已经深深的刻在我的脑子里了。OK， 走。这是因为离得比较近，所以我们要蹲，是吧？对，就刚才那个离得远的，如果背对着你，就不需要去蹲了。就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想一下，哎呦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，咋了？这个是背对着的还是正的呀？是背对着的。背对着。你看啊，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地图啊，这个左边这个位置，这个是死路，然后右边这个最右边贴右边的这个也是个死路，那也就是说。一定要正中间的那条有条道，你看到了吧？那条道应该是活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要想办法，看怎么样才能把这帮人引了。啊，你去引，然后你可以去引，我们去中间。走，快引了！哎，你主之前跟我们说一声，我们都跑了。这确实，这个有点这个没反应过来啊，有点突然。一会儿引的时候把它往左边，你的右边有一个，你右边有一个，完了这个一定能看到。哎呀，没钻进去，这可恶的凳子。是的，他钻得慢一点或者是怎么样他都会很尴尬，非常难操作。但是我们看对了一条路，对吧？啊，对，我们现在就是那个把图背下来就行了，反正我们知道右边是死的，左边是死的，中间的好吧。你们引之前先说一声，哎，对嘛，别自己先冲啊！等我们再冲过去，他已经抓死你了都。那这个游戏单人该怎么过呀？是啊，我也在想，单人的话怎么玩？我们走哪边？等一下，秀才，我们先走哪边？谁？我们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来我这边，来吧这边，看我一直在蹲，看我一直在蹲。OK。哎，你们在干嘛？他在后边。哎，哦，谁去引呢？谁去引怪呀？先不是说引吗？引哪呀？我们等一下走哪边？秀才，我们就走右边这条路吗？你不是说这条路是死路，要走中间吗？不是，去中间的那条路啊。那你为什么在这里呢？因为等会儿就是我们从右边，你去走中间，你去你从左边引他们，你从左边引他们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停！快！妈呀！这怎么突然躲了个箭子？完了，只有我和苹果了。哎，你们过来。没事，你们记下。我们要走了，快走！快跑！你那有狗吗？蹲下！哇，帅哇！幸运六岁。这边是对的吗？你可以绕一绕吗？我不知道这边有吗？
这个有体力一说吧。不行了，环儿不能走，你不能走左边，不能走左边，你左边有个人正对着你。对，走这一条，对，走这一条。走右边，走右。哎，你别过去了，别过去了，对，往前走。我就得回去。这两条路都没有，但是你前面好像有一个，你小心一点。前面那个是背对着的，前面你的。他们说被鬼追的时候是无限体力啊。屁吧！明明喘了。这到中间那一条路啊，秀才，你记得不？背对着你的。我看看啊，你在这个在，这是我死，哎，对，你往这边走，哎，但是你后面有一个车正对着你啊，哎，团子，你我跟你说啊，你站起来，反正这把等会死了也无所谓，哎，对，我你就一直往你右边，你看你右边这个通道了吗？你隔个墙，你现在你右边的这个墙啊，有一个你跑过去，他一定会追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你就拉满 shift 他，然后你就跑就行，一定能看到桌子 ，shift 跑，对，跑，你看你是不是能一直 shift 他。这边有桌子哦，就是一直能 save 的是吧？哦，明白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反正刚没有喘气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要说有一个人来引的话，他可以一直跑，不用自杀呀，对不对？下回我来引嘛。然后再往这边走，对，你看看这边。你面前有一个，你的面前，往左走，往左走。哦，你面前有一个，哎，我跟你说这个，我跟你说，你直接走墙角贴着走呢？不是，他这个，我跟你说，他这个要怎么跑啊？要怎么溜他？这个你站起来，然后往左跑，左跑和右，左跑右转，然后再右转，绕一个圈圈，然后你再回到这个，就刚才你躲的这个桌子上，你知道吧？就跟他秦王绕柱一波，然后就让他换个面，你知道吧？他现在不是正对着你吗？他追过一次的话，他就一定会换个面朝向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但这里啥意思？哎，就是你看到你前面，我前方有个柱子，对吧？对。好，哎，这也有桌子，无敌了，漂亮。可以，这里稳，这里稳。牛皮。然后呢？哎，这有绳子，然后往左走，你看，就你左边。左边，哎，别。啊，这里是死路。我现在往左走，不是对吧？你前面那个桌子先躲着。去前面那个桌子，往右看。对，右边你看这条道。然后你的正前方，对，你现在的正前方，哎，对，应该往这边走。但是你走这别动，我们帮你看一眼。对，他在你的，你要跑，等一下你要跑，对，你要跑，他这个朝向不好。那我往哪跑、啊？绝对会看到你。往前直跑，就你前面那个灯，对，跑，直跑。牛皮，牛皮，哎，蹲下！哇！哦哦哦！好像找到了。牛皮，干嘛？哦，那我就是要利用我进桌子的快速，然后再去对面桌子，看一下它的朝向。啊，对，在它背后没事。哦，对。哇，帅！中间这条路，然后我往前跑，宝贝别走过了，对，往前，没事，跑，他对不上你，跑，无限体力，冲啊，牛皮，往哪边走？牛皮，往右边，往右边，这么走，你看就是一条道了，这条路走，牛皮，强，水鬼了。哦，哎呀，你早跟我说他追你的时候是无限体力就可以啊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就我一个水鬼？对啊，也就我一个。我们是单人了吗？不知道，那怎么办？这个叫什么？自己做自己的吗？没有，你们啊啊，好黑呀、啊！我这边是亮的耶，是，我也是亮的。有亮光的那种，就好黑了，像那种游泳池似的。对，但是这个水里会不会有怪呀、啊？啊，他说没有鬼啊，是迷宫啊。哦，我看到你们了。迷宫？我看到你们了。真假的？你们在哪？我刚看到一个，看后面。你没看到我吗？哦、看到我吗？是我。不太一样啊。看到了。
哦，就有点晃眼睛啊，离远了看不太清。哦，你从这儿下来的？对。哎呦，我那边像个小便池似的，你这应该是个浴池子。我们在哪儿啊？哎，这下面有个走道。我现在走到什么小迷宫里面了？我也在迷宫里。哎，这是谁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哎呀妈 ！Hello， 你是谁？仙？我是佛。这有几个人玩游戏啊？中国，我爹爸。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都快玩到下播了，你是谁？哎呀！哎呀，我直接玩你！我又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不是你们在笑我吗？没有，不是我在笑团子。团子那个在前面领路，哎，你知道吧？突然一下子就齐飞了，你知道吧？嗯。来这，遇到了，突然就没了。游戏人走就没了啊！嗯，这是哪儿啊？有个些分散了，这是我刚才来的地方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如果迷路，你们就利用最右原则，一直往右走，一直往右走，就无脑往右走，就一定能找得到。一直往右走。对，我们要找什么地方？不对，你这样做走错了。你要每一个路口都往右走。这样你才能找得到，就你看，但我右边是墙啊。对啊，往遇到墙了，然后再转一个方向，然后再往右走，就一直往右走。哦。嗯。你看这边你要往右走啊。这个不走吗？这个小便池不走吗？对啊，你这个地方要往右走啊，你不然就不是最右原则啊，就要一直往右，沿着最右的死边走。这不是我刚来的地方吗？这是回家了，哥们儿。哦，这是你来的地方是吧？哦，你在这小便池出生的是吧？嗯。哦，那行吧。哎，这个应该是个正方形啊，我们要去找个门呢。但是我不知道团子是怎么死的。我那个地方千万别下去了，我那个地方直接嘎嘣没了。哎，最右原则。哎，我好像是在这儿生的。最右原则不对，好像是出生点。团子，你要一直往右嘛，你把全部的最右都兜一遍，如果全部的最右都兜了一遍没有，那就证明出口在中间。在中间。对呀，没错，往右往右，这边的兜过了。哎，这个地方不行，这地方我第一次见团子的地方，团子在这儿。那我那边也没找到啊。那我知道了，那我们就左右原则，先往左然后再往右，然后再往左。那你不就在原地兜圈吗？不是啊，再往左，再往右，再往左，再往右，不是画个直线吗？不是，但是你这样的话，你会迷路呀，你没有整体的一个方向感啊。哦，哎，要不然我们一人选一个赛道，鼻着鼻着往前走。哎，对呀，我跟你说，一个人往左，一个人往右，直到你们两个相遇之后，就证明你们这一条两条道都是不对的。哎，这儿还有啊，这个，地方是能走还是不能走？哎，能走都能走，哼，是不是就这边？有可能哦，这边看起来像个不太一样的位置。好，哎，哦，奇怪啊，不是正方形了。对对对，哪？哎呦，哦，那有可能就这了。但这里没鬼吗？有没有鬼啊？没鬼，你就往左走，那边有片蓝色的区域在发光，你看没有？哦，看到了。你刚才死的时候有没有鬼咬你啊？没有没有，我就直接死了。嗯，这个是要走这边还是走这边？走右边嘛，感觉左走这边吗？看你那右边看起来像更亮一点是吧？对，先。嗯，这个楼梯是怎么回事啊？呜，啊！哎，别下别下，有个楼梯，团子就在那儿死的。别下那个楼梯！我也是。哎，红色的门！哎，到了！快去！快！哎，我跳下去！快去！死了！牛逼呀！是不是这儿啊？还有游泳圈。你应该要骑游泳圈过去。应该是这边看起来就不太一样。还有一个通道的那个标志，哎，
无敌。哇哇哦！那我被带飞了？嗯，没反应啊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是我也得过去才行吗？出去，你还有个上面还有个滑轮呢。这边正好三个门，有没有可能是你们都要出去？那废了。他们也要来的话，苹果，我知道怎么，就是，我知道你怎么走。哎，我去死！不不，你出右门，右门，右，直走，直走，对对，直走，对对，直走，对对，左走。我跟你们说件事啊，房子的那个最右原则是对的。直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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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然后你进去了之后，你进去了之后，你往一个蓝光的地方走，往一个蓝光的地方走，直接这边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没有？对对对，你看前面有个蓝光了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右边，对对对对，就你那个，对对对，就你头对的位置，去那边找秀才，他就在那边等你。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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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那个正方形，就因为现在就是正方形，对，不是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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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边。右边，右边，往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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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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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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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对，对，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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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里，就这里，你马上就能看到秀才，我记忆力无敌好，我跟你说，往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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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右，往右，往右。看那个红光没？去去去去，跑一圈，对对对，无敌。然后走到前面跳下去，哎，不用跳，不用跳，跳下去，不用跳，左转，左转，左转，哎哎，右转，右转，右转，直走，直走，进那个红门，进那个红门。苹果，高德要有这语音包，谁能走错得了啊？定制款语音包。哎，没错。哎，你看了没？哦，过了。哦，果然是。嗯。啊 ？Well, it don't look good. 我得是什么？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看，不要看谁啊？看哪呀，啊？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说，啊，兄弟们？直接冲！我不冲，我害怕。冲！冲！真的哦，那个地方左边有个门呐，哦，要从左边的门跑。是吗？走。我为什么进不去呢？是是是。哎，别，别走啊！为什么要这么走啊？大家一起走啊！谁再给我先手起步跑了一脚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开始骂人。看谁？妈，啊，那个是谁呀，啊？啊！快走啊！啊！谁呀？别卡着我呀！啊！谁跑了呀？先跑了。跑了，跑了好远呀，啊！但是被人就围殴了，是为什么？一起走，一起走，玩呀！一起走，一起走嘛！三二，走，你走，快走啊！妈呀，叫的好惨呀，啊！跑快一点，卡脖了，跑快点！啊！啊！哦，吓我一跳！哦，我还以为我进错门了。哎，等会儿有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啊？小黑？
那咋办？我们要去哪？快来了，你们还在这躲着。啊！体力这啥？体力有限。这啥意思？要干嘛？完了，小黑又来了，小黑来了，小黑来了。这就是一个火柴人，好吧？是不是要捡东西啊？我看这上面好像有道具。对。哦，有磁带，我捡了个磁带。但只有你一个人啊。是不是放中间电脑上面去？哦，没有。哎哎，没有我自己啊，这不还有个云吗？这是谁啊？啊！我的头怎么埋地底下了？我团子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哪儿？你们在哪里啊？快走！你走到人脸上了！我的脸是对着地底下的。你为了在哪儿、啊？你为了不看到鬼，真的付出了很多。不是哦，要捡五十个磁带交给那个电脑，看到了吧？完了。哦，懂了。姐，你腰挺好，姐。哦，好了。他是得一个一个的送吗？磁带中毒了。可以积攒的来的。我刚才直接就送两个，哦、我就捡俩。你去那个电脑那儿按下 E 就行了吧，或者离近了就可行。现在是48，你捡一个，你离近了你看看吧，变不变47嘛？来了来了来了！他这一巴掌给你扇死了！我刚刚什么情况？我看不见。分头行动。分头行动。找磁带。怎么拿呀？哦。点鼠标。哦，就是靠近他就拿了。对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先把左边的全捋干净了，然后再去拿左边的。他这电脑怎么还要开机呀、啊？我真的。啊，对呀、啊。我。啊！完了，他搁那边嘘的，我都要尿了。哦，要蹲下。我已经不怕这个鬼了，这个鬼越看越搞笑，像个蜘蛛精。确实，倒是不怎么吓人，这个鬼。嗯。不能用跑的吗？他看不见，别跑。哦，那他用什么那个的？闻。听声。哦，要保持安静。谁还活着呀？哦，难怪他一直搁那边。我。哎，你别吹了，我掉。21个，目前是21个。难道我的高光时刻要来了吗，姐妹们？哦，苹果在这游离着。我知道了，这是图书馆呢，所以说不让发出剧烈的声音。哦。正月里开花56，啊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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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月六。这边都没有了，这边我们捡干净了，就是不是在我身上啊？我死了，之前哎，这儿有一个好多。这个走路姿势太二了，太嘚了。感觉这一把我们就应该通关了。对，嗯。这一关大家都别跑，就走，应该能行。我没跑啊！什么啊什么？我也没跑啊！他不会我那个他不会这个图哎！来了！他你跑了吗？这啥？我没跑啊！完了，苹果我也要嘎，他已经发现你了。他们说要跟着走，回心，直接一巴掌。你看他为什么？是不是要蹲下？要不然我们都不动，先留一个人去。这样吧，一人收一片。不行，他来找我了。不行，他来找我了。哦，对。哎哎
蹲着走，只能蹲着走了。我这一上来我就嘎，哇，蹲着走，兄弟们，对对对对，就你们俩这样，对对对，一个一个慢慢偷。对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哦，蹲着他真的看不到，蹲着真的看不到。可以。哦，因为他长得高，兄弟们，因为他长得高，所以蹲着他还看不到是吗？有可能、哦。不不不，你现在别走，啊、别露出声音。我们来了来了来了，看哪里有来了来了，蹲着、哦，一直蹲着，然后走到那个男子面前看一下，站起来就行。他快来了，我们蹲下不就得了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帮你们看。去蹲着。哎，你看，走吧。你舔我的包，我的包有磁带。不用啊，你看，你看，我知道了。邓涛，你看，就他看只要不动就行了。他向着我们的时候就蹲着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蹲着就行，不要动就行了。蹲，好了，蹲，好了。我还没站起来呢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他在我脸上呢。怎么一上来就对着我呢？啊！脸杀你！可能太近了，刚才是。哎，谁？他在我们面前。哎！哎哎哎！他来了啊！他来了、哎！别动了，别动了！别动，别动！这谁呀、啊？没动。没动。哦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去左边了。哎呦，拿了吗？在我面前。这走的好快、啊！不能动，不能动，鼠标也不能动的。哦哦，鼠标转向都不行是吧？对。哦。我看一下电脑去。开开开。46个，我们已经捡了4个。啊，我只要捡就行了，不用放。啊，对。那我去捡左边。师傅他来了，来了，他往团子面前去了，他看不到我。他师傅你这没有，师傅你可以站起来。哎，我牛逼、哦！他是你，我死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动鼠标了，姐？嗯。没忍住看去，我帮你看，我帮你看，他还没走。这个鬼你知道吗？这个鬼叫黑皮。走了走了，师傅他走了，师傅他走了。师傅他走了，师傅。黑皮不挡人呐。还有吗？可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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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蹲蹲蹲蹲蹲蹲，别动别动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哎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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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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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走走走走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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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，哎呦嘿！没事没事。哦，没事。剩多少个磁带了？我们团子捡了，没死吧？没有。等他走，等他走。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呜、哦！你的左边架子上有两个，别动，我不敢动了，别动，别动，他要走了，哎、啊，等他没，他去找团了，团子没事，团子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没事没事，好，可以动，师傅可以动，师傅快动，啊，没有了吧？来了，兄弟、嗯，走了走了，起来，你就跪着来了，等等等，啊，哇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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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起来，他走了，过了吗？
吗？那边还有两个磁带我没捡。你斜前方的柜子那儿上面有一个，我看到了，看到没？那边我看到有三个。对，对对对。去了。没事。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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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！哎，别动！他往团子那儿走了，他往团子那儿走了。你可动，你可动。完了。我死了。就是你了。有没有过来？在你左边，在你面前，脸上，在你面前。啊啊啊！他好像踩着我了。对，我踩着你也算吗？牢着你。我的鼠标都没有动，他把我的鼠标强行移动了。啊啊！我鼠标也没动，我刚鼠标也没动，他发现我，所以我就直接变转头了。我刚没转头。是吧？嗯，就我没有转头，是我死的样子让我转头了。哇，这把死好快！嗯，这把开局就删了，好快。他说我看到你就把你扑了。啊！哇，你好勇！哇，你像个超人。好 man 啊，秀才哥！拿就完了，我不管。看到你了，还在你右边。哇，这么牛，还可以这样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是直接用我的来了，看到你来了，没事，不要着急，好，他想绕我，不可能，啊，好，完了，我被他绕了，没事，他好快，你躲柜子后面一波，躲一波，躲一波，躲一波，他已经发现了，躲不了，嗯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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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啊啊，你动什么？我没动啊，是这个，是他这个，他捞着了，他捞我的，捞着了，对对对，他捞着了。哎，瞬间我们这个速度就提起来了哦。嗯。我又记了，我帮团儿看他在哪。这个捡不了吗？捡，好像对上就行了。换一个，来，不是我想说，我不动他就看不到我，结果我不动他也能看到我，还一定得蹲着。那是不是还是要跑啊？还是要蹲着，还是要蹲着，隔他远一点的时候，他好像跑就听不到他脚步，但近了就。能听到，哎，发现你了，完了，啊，完了，靠苹果了，苹果直接稳健派，让兄弟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稳健派。他在哪儿？他现在离你有点远，没有听到嘘，哦，要来了，蹲。你说他在嘘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个一定要跑啊？虚的时候就别动吧。那刚才苹果没有动啊，可能已经被发现了。哎，去右边了，去右边了。要不我全程溜他，然后你们来收集，怎么说？怎么溜啊？你能跑得过他吗？溜不了，我们体力没他那么多，溜不了。对，而且他跑得好快的。
我帮团子看吧。别、你动视角了，团子。我动视角了，他看不到我，他也能够发现我呀。那没在我视角范围内。可你是不是有延迟啊？我刚刚切过来的时候，你就当他面蹲了，然后动了一下下，我这看到了。我听到他声音的时候，我就马上蹲了。挡路了。师傅别动，师傅别动。捡东西有声音。我切这个好贴切哦，在仙面前。哎，师傅他又去仙人面前了。黑皮，啊，可以了，师傅可以动，师傅可以动。啊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师傅别动。哎，你叫他黑皮，他真不来啊。黑皮在很远的方向打起了。黑皮过去。黑皮，我好像都拿完了。过去。这边前面没拿完。这边有一个。这边，你后面，你后面有一个。你左边，你左边，你左边，最后一排左边。OK， 他是背对着你的。左边。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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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边那个柜子，看到没？还有吗？没了，这边好像没了。嗯，我再帮你看看。他过来了。我再帮你看看。这边好像没了。好，他走了。他又过来了。他又走了。他过来。可以往右走。哎，别别别别动！已经来不及了，他已经看了。动不了就不行了，他已经直勾勾的奔我来了。对，他已经看到了。应该就没差几个了，先就估计也就差那么几个。你看那电脑剩几个？差两个，差两个，差两个。稳住，应该是在右边的，就是右边的那个大架子上了，应该没有什么了。左右边应该都哎，就在你这个，就在你这边有一个，就在你这个架子的另一面。对对，等他走远点，快走，黑皮。黑皮，这边有美女。对了，乖，还剩一个，还剩一个，不知道在哪呀？还剩一个。哎，对，一个在哪？完了，他看哦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这个速度很慢的话就没事儿，像我那个他就要跑过来了。现在这边都没有了，吃不了，这边几个架子都没了。你要不要去对左边看看？就是那个，哎呦喂！OK， 走。停！别动了。走。他走。停！哎呀，都要死了。没有。哎，没看到。走。走了。走停！快走，快走，先走。哎呀，我的心！停！走，不要停！走，不要停！走！不能走！喂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呦，来了！差一个到底在哪儿呢？怎么半天别看，别动！好。挪一下，对，微调一下。这边这几块都没有了，这边都没有了。要不就在左边。就在死的这边也没有。停！哦，我看到了，就在你面前，右边，对，啊，直走。看见没？那两个桌前都有。哦，我也看到了，我也看到了。哎，别，稳住。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慢慢挪，挪挪挪挪挪挪挪，千万别浪！挪挪挪，挪挪挪，他在那边。喂，停！停停停！停！走，站起来拿！走走走走，站起来拿！停停，蹲蹲蹲蹲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这个拿完了，哎呦哈！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要去过去摸一下电脑啊？是不是要去个门或者什么？没有，刚没。哎，已经通关了，好像。The end。没通关。
没有啊，没有。为什么看到这个上面多了一个总号呢？没按的，我被他贴脸杀了。哦，他们说拿完了摸一下电脑，鬼就消失了。哦，哦，刚才他就应该一个 shift 过去摸一下电脑，哇，帅炸！我也不知道啊。对呀，这是最后一关了吗？是的。对。团在你面前，千万别动，我想尿，千万别动团子。哦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团他走了，他离得老远。我帮你们开电脑。移动他去你那边了。完了完了，团子死了。帮我看，好，我帮你看，在你面前。秀才现在已经别动你的鼠标，你别了，基本上，你别动，先你就当你死了，你别动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来进货的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就你一个了。师傅，这一波如果成了，你就天秀来了，要来。我说左边没拿完啊。应该拿完了，我看你好像拿完了。秀才这回搞成功了，我抱着你亲一口，我玩哈。兄弟们，不要说话了，我要好好玩了。我跟你说一个事，电脑还没开。电脑还没开。电脑还没开。这边好像还有几个没拿的，就在你那个面对的那位置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，走了，干事儿。走得远不远？看不见。好，来了，吧，走，去右边了。可以把左边，哎呦，来了，问题不大。好，走了。他在电脑那儿。对。他不想让我开电脑。这还扫地吗？哎。他追你了，他追你了。我总感觉他要踩到我的脚了，我怕柚子踩到我。你别说，我把右边看起来很简单，实则很难哎。哎，你个老六，你滚耍赖，你个黑皮，狗黑皮，滚了。老是一上来就扑我，我真的是。谁死了？团你死了。是的，上来就贴脸杀。好，帮我看看我附近有没有。我看看。没有。站起来，勇敢勇敢，我的妹妹。蹲。站。拿。我跟你说，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方法，虽然你。没关系，一起死。你告诉我什么？我是想跟你说，他一般就接近你的时候，他会嘘，你知道听到这个嘘，你就赶紧不动。OK， 知道吧？只可惜我没有办法亲自实现给你看。嗯、那可太可惜了呀。本来我想亲自给你示范一下的，可惜这一把不是我的长项。啊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狂拿！幸运进太快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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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哦，没看到你。好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他要来了，他要来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离你老远，你一个东一个北。他没看到你，现在不要慌，他现在在这试探你，知道吧？
OK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姐，我帮你拿90%，你就拿10个就行。好，你向我卖99步，我卖1步，你自己去拿吧，我拿了好几个了。我拿完了，我都拿完了。这边我好像拿完了，这边。你们没开电脑？没事，我就开电脑。他们说最后开电脑也来得及。48？啊？这不动我们的吗？不是吧？师傅，再这么一个了，还差48，不然你要挡他到了。不和你。哎，好了吗？好了。他在放。哦，他走了。不见了，消失了。哦，我们过了。嗯，过了吗？就这。这是啥意思啊？怎么做了一个测试？拿不到东西，老太太眼神不太好。鬼没了，消失了。我觉得这个游戏里面最难的那一关就是那个气球那一关，然后我过了那一关，就等于说我是四个人当中最牛逼的，最强的。是，确实那一波是真的秀，是吧？确实。现在退款还来得及吗？应该来不及。现在退款应该来不及了吧？我看有多长时间了。哦，还有几分钟，哦、可以还有几分钟。我已经关游戏了，我关游戏了，我关游戏了。不好吧？为什么不好吧？我们如果这样的话，真的就是等于白嫖哎。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嘛，你们别退，也是比较强的了啊，俩小时这也通关了啊。应该是我们过得比较快，我觉得别人的话起码得5个小时。确实，确实。啊，他不是还有一关吗？算了一关，还有一关，退，先退啊！我已经退了呀。哇，没关系，今天就玩到这吧，下次再玩，留一关下次玩。对对对，今天就到这吧。可以。确实确实。还需要把这个哎 video 看完吗？你不需要进个什么门吗？他说要看完这个 video 才算下一关。哦。但好长啊。是的，又臭又烫。是的。我们好聪明，我们真的非常的聪明。哇，但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应该还有最难的应该也就是那个气球那关了哦。对，主要是那关一开始你不懂什么规则。对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就是那个被追的跑的时候无限体力哦。这一段视频看完刚好不能退款，牛逼！我没看，被拿捏了，拿捏了，哎，拿捏了，真的稳，还行吧。其实我自己玩的时候，玩的第一关的时候我就退款了。但是玩到后边的时候感觉还行，对，就是画面 有的时候有点晕，第一关的时候有点晕，后面习惯了，你看现在就好了。哎，这怎么打反光灯？我现在、哎、哦，都在发烫。哎呦，人都在发烫、哎、要不去休息了、嗯、哦，好好吗？我退了。哦，这就是最后一关了，自己退掉就行。那我去休息了。去吧去吧，我也休息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我也休息了，拜拜。哦，又加班了，又是一枚美好加班的一天。再见啦，我的朋友们。